好，那我们就进行下一场吧。有没有上期有些或者
用的话，或者来，我们是把它去掉的，我们事情就结束哦。啊，上课上好，不读下课，下课早，不要准时下课。好，来，那现在我来讲一下那个，我们玩一下那个简单的数学魔术，好不好？那或许这边有现场的数学老师，好，现在玩的就是二进位法。那现在我把现场材料发去啊，那个我们看后面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呢，就称为猜心术。那请大家先回到座位哈，啊，可以把你的所有的道具啊、笔好不好，全部收到你的包包里面去。我麻烦一下，请大家开始动作啊，大家快一点，因为后面有一些单兵相关的化学小魔术，以及后面那个战斗猜心术。稍微表演一下吧，好，表演一下。那请大家注意听，我慢点哦，东西拿回去不会变，就是高级，真的是高级。好，大家边说我边哈拉了哈，给大家大概五分钟。我入魔以来，入魔就是进入魔术界以来，是怎么样来的呢？就是除了林同学老师介绍之外，就是后来我去参加几个魔术拍卖会，高雄的魔术拍卖会没有比那个台北哦，这个多了哈，它是当场拍卖哦。来，我们开始10元竞标。弹棒100根哈，一支10块，就可以拍卖10元起标，那就开始喽，好，10块、20块，哦，我就觉得哦，这东西太棒了，知道吗？哦，第一次哦参加拍卖会，很笨，知道吗？他说10元起标，我说这怎么可能才10块钱？这要至少50块，50元，那下面就有旁边的人说，哦，这是一个外行人嘛，10块就，他们通常30块可以买到，你叫你喊50块起标，这个人真是偷偷快递，后来就不小心就得标。那后来他又开始要拍卖什么？拍卖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这个叫星座啊，星座猜星术这个东西。然后他说一个好，我们从1元起标，我就说这怎么可能才1元啊？这印刷那么漂亮，怎么可能才1元？这太黑脸了，10块钱。然后我旁边说哦，先生你不要再闹场了，因为是好的话很快就可以买到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魔术拍卖会非常有趣，它可以买到你平常梦寐以求的魔术，但是也会买到一大堆的事。为什么呢？你不会变，你看它变得很顺哦，你知道吗？跟它变得都不一样，你不会就是不会，因为有些需要技巧，真的需要技巧。例如说那个什么，我举个例子哦，大家都看过那个蜘蛛知道吗？什么蜘蛛就是变完魔术后，它会这样撒出来，有没有？就撒出一大堆蜘蛛丝那里，有没有？就简单那个闭幕就对了，然后就喷出那个蜘蛛，就我买回去都不会用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撒出去的时候，糟糕，收了一个小时，收不完，3毛钱。这我跟你讲，从此以后就不玩了。那时候我家买了一大堆啊，200多个，我摆在那边，50块。那你多糟糕！所以我是跟他讲，就是说很多东西哦是好玩，但是你变成要熟悉啊，要注意啊。好，那现在请大家呢拿出你的这个牌子啊，牌。好，请你把它全部打开。好，按照顺序啊，一起来哦，按照顺序。请你按照白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红色的顺序，白、黄、蓝、红。好，请你按照白、黄、蓝、红的顺序。有没有找到4张牌？有吗？这个读清楚吗？打开了，你要会变，老板，我说真的会变，太可惜了。有没有找到白、黄、蓝、红？很好记。有颜色有浅到深，那蓝色跟红色哪个比较深？红色稍微深一些，好，红色稍微深一些嘛，对吧？哈，你感觉一下是不是？白黄蓝两由浅到深。好，那开始我们就准备来变成魔术，哎，你注意听哦，看老师怎么弄哦。现在这个是有蹊跷的，它是简单的二进位法的改良版，二进位法的改良版。好，那你可以想说，那我如果不猜星座，可以猜什么？太多了吧？例如说。一号是周杰伦，二号是，现在讲周杰伦，搞不好小朋友不晓得。一号是海绵宝宝，二号是派大星，三号是飞哥跟小罗，四号是那个后来的，再來是要去做太妃，随便讲，都不同意思的一堆。那可以列出几个？那你要考大家的几个问题。假设我要猜数字到1000，请问至少要几张？注意听哦，再一遍哦。假设我要猜数到1000哦，
一到一千哦，这么多号码可以让你挑，比如说我塞的数字是998。好，请问哦，至少要几张牌？好，我先跟大家分享啊。好，我先这样变啊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拿出十二星座，总共十二张卡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请啊，那个我们严老师啊，严老师挑一张，挑一张啊，不要让那个这个魔术师看到，然后也不要让先生看，他挑了一张。然后另外的话，你要记得这十一张也不要让魔术师看到，因为他又破书法，因为他如果拿给他这十一张，他数一数少拿一张就可以了，因为十二张里面还有拆的。好，十二张十二分之一。那他拆的是这一张，不知道不用那么紧张哈。就是我不会看，就这一张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就是比你 OK， 因为明明你猜对了哦，你猜对了，他说对哦，你猜错了，都会这样子啊，死不对称。所以他已经猜好在这边的，这样懂吗？这一张在这边的哈，那就是他挑的，他就要这十一张牌盖起来，这样懂吗？就十二星座就十二张牌。那他让观众先挑一张，哦，我不知道这一张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可以发现，跟我们怎样啊？所以呢，怎么办呢？接着我就拿出这四张牌。那这张呢是白色，然后去问观众，去看我图片哦。来，请问这张白色里面，这张白色的有没有？有没有你选的星座？四张牌，这猜出没有？就放左边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再来是黄色这张牌，里面你选的星座，因为你也不晓得，我也不晓得，没有，放左边。那这张有没有黄蓝色？有没有？有，那就放右边，这样我懂吗？没有，有，没有，有啊。那再来这张有没有？没有，所以答案就是，你看看哦，这总共啊是有三张牌是没有的，但是你要挑没有的。我直接告诉大家，因为你怕挑不完啊，所以哈，就这样是几号？第几号星座你知道吗？啊，有没有谁知道？答案是。一加，我先告诉你答案，一加二再加六，一二六，所以答案是九号。九号是谁 ？Mr. 处女座，对吧？耶、yeah ！谢谢严老师给面子，谢谢你给我的掌声。这个太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再讲一遍哦哈，我们是挑没有的。好，所以假设说我举例，我举一个星座，例如说我的星座，观众选的星座是三号双鱼座，所以应该拿几张牌没有？想一下，如果我挑的是。